印度一地民众为了惩罚强奸犯，竟然集结超过4000名群众先越狱，之后将强奸犯凌辱致死，而且呢还在他死后将他的尸体挂在了市中心的吊楼上。结果抓马的来了，一通操作之后呢，众人发现死的人压根儿就不是强奸犯，而是被人冤枉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独有偶，印度人民还在抓获强奸犯后对其进行乱棍暴打，就连他的作案工具也不放过。又是为什么让印度的这些民众这么喜欢动用私刑？那么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来黑黑印度人民对那些强奸犯实施的私刑。最近呢，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见这么一段视频啊，视频的内容就是印度一个地方的居民抓到了一个强奸犯之后呢，村里就集结了一伙人，拿着大棍子对着这个强奸犯就实行了包围，然后就是一顿毒打，一分多钟的视频，他们就打了一分多钟，那是一秒都没放水，丝毫没有尿点，将私刑是发挥到了极致。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连强奸犯的作案工具都没能幸免。这个视频呢，没有说具体发生在印度的哪个地方，我也没有好意思去找这个原作者去进行询问。不过这种暴打强奸犯的事情在印度不仅有，而且还不在少数。不过呢，虽说他们本地的强奸犯不少，但是印度也不是没有好人，毕竟那么大一个社会，你不能从上到下全是社会沙子。而且呢，如果不出我所料，应该还是好人居多的，但是好人他不代表他一定是个正常人，所以对于这个嫌犯，他们还是经常为了正义而采取私刑，有时候呢为了实现正义，甚至还得干点违法的事情。赛义德·法里德汗是一名孟加拉国籍的二手车贩子，在2015年2月的时候呢，因为涉嫌多次侵犯了一名女大学生而被当地的警方逮捕，并且关进了位于印度东北部纳加兰邦迪马普尔市的中央监狱。本来他应该是在里面等着判罪受罚的，但是在3月5日，有超过4000名当地人民群众闯入了这家监狱，并且呢把他强行从牢里带走了。当时那场面啊，估计法里德汗自己都得寻思寻思，自己在当地的人缘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不过呢，就这群人劫狱啊，可并不是为了救他，而是为了羞辱他以及杀了他。他们将法里德汗带出来之后呢，先是将他的衣服扒光，然后又用绳子绑起来拖行了将近7公里。在拖行过程中，路边的人不断地朝他扔石头，并且还对他进行了毒打。在这些人的重拳出击之下呢，法里德汗最终也是没挺住，毕竟折磨了好几个小时了，他又没练过中华神功金钟罩铁布衫，但是死亡都不是他受辱的终点。在他死后，这些人又把他的尸体吊在了市中心的钟楼。咱说真就有罪，但是罪不至此呀，死了也没能安生。而我们的印度警察在整个过程中呢，存在感真就是很薄弱。首先一群乌合之众，随随便便他就能劫狱，而且还成功了。说实话啊，他们这个监狱的安保能力还不如我们家后院的一条哈士奇呢。其次呢，就是犯人让人家抢走了就算了，他们还没有及时的制止之后的虐待，没有及时制止也算了。他们竟然在靠着手中的警棍和手枪勉强维持场面的时候，还被这伙人放火烧了10辆警车。就连法里德汗的尸体都是在躲避人民群众朝他们扔来的石子的过程中抽空取下来的。就这些警察们这么努力的维持场面的情况之下啊，当地依旧还发生了暴乱。愤怒的群众们呢，在虐待法里德汗之后还不解气，又找到了当地的孟加拉移民区，直接就在里面纵火了，把多间住宅以及商店都给烧了。说实话，当警察当到这么一个与民同乐的地步，真就是小孩找妈妈丢大人了。少年侦探团那3个人质专户来这儿都能当上这个首席长官。事情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宣布全市实行宵禁。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把法里德汗的家乡与纳加兰临近的阿萨姆邦边境地区的戒备都进行了加强。毕竟这伙人是真彪啊，你一个不防，这都得整出点印度内战来。但是对于这种以一己之力拖全人类文明进步后腿的畜生，咱们肯定是要对他进行惩罚的。你就算再愤怒，你看不上这种人渣，你等法律来不就完了吗？怎么印度人民就非得着急上火的自己动手呢？很简单啊，相信诸位也都明白，印度的私刑之所以能这么泛滥，除了这些人不懂法不信法以外，就是印度的法律它是相当不靠谱。其实在这事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2014年，针对于强奸犯呢，印度的司法可以说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那一年的4月4日，先是孟买的一家法庭宣布对一名强奸犯判处死刑，印度喀拉拉邦高等法院紧随其后就宣布了判处一名强奸犯无期徒刑。
这两起案件呢，是印度第一次对强奸犯做出如此严肃的处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案子的审讯时间都很短，都是只用了7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搞定了。这种进步啊，也确实是让印度人民看到了希望，交了这么多年的会员费，也总算是混上了 VIP 的待遇。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的这个进步啊，只是进步在了这个别几个案件上面，在绝大部分的其他案子上，他们还是那个交着会员费看广告的苦命人，这放谁身上谁也不能乐意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那一年的3月4日，也就是这伙人劫狱的前一天，以印度真实案件黑公交案为原型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在印度遭到了禁播。在这个纪录片中，轮奸犯之一的穆凯什·辛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口出狂言，表示整件事情都是由那个女生自己深夜外出引起的，所以政府禁播这个纪录片的理由呢，就是纪录片中存在不正当行为，所以可能会危害社会。但是政府这种对于事实避而不谈的行为，在人民看来反而更像是在保护这些强奸犯。再加上恰巧这次犯事的法里德汗还沾点孟加拉背景，是个从孟加拉偷渡到印度的移民，这种种因素堆加起来，于是正义就这么降临在他身上了。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执行正义的冲动，那场事故中还有超过60名无辜民众受伤以及一人死亡。也就是说啊，发生的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从最开始他们就对自己国家的这个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毕竟之前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有一个随随便便就能被劫走并且虐待嫌犯的监狱呀，以及一群差点被人民群众镇压了的警察。所以呢，他们从心底里面就觉得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吃干饭的，真正的惩罚还得看他们的。而事实证明，这些人的确是吃干饭的。当然，这些个闹事的民众也没好到哪去。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法里德汗的弟弟就向媒体公开喊冤，因为警方给出的医疗调查报告显示，这位受害女子其实并没有遭到强奸，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强奸犯，而是一个被无辜杀害的人。好啊，无辜群众死亡名单再加一名。据说发现不对劲之后呢，当时警方又逮捕了多名在这场事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闹事分子。你就说这样一个反复横跳的办事单位，谁能信任呢？但是不信任啊，也归不信任，在任何时候都不支持任何人使用私刑，咱们还是要相信法律的力量。也真心祝愿印度这一块的进步能够快一点，不说能够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起码咱们先把这个私刑的这个风气给他杀一杀吧。行了，快乐生活中的段子，希望大家喜欢的话能给个点赞收藏关注转发，咱们下期故作难言再见。